那头球的方式绝对有直接的关系哦。第一个球就回击，反正他这种头球方式就是，哎呀，哦、哇！哇，这个太大意，这中外手这样子，真这个半局上来，这个球打到了左外野方向，跳起来接杀出局，哦吼，左外手跑的位置哦，最后弹跳的一个时间点做得都非常好。这球呢，成真的有一棒要轰出去的那个气势，但是最后一二三跳。